好，我是 Kitty， 欢迎收看 How Living 美味生活。今天呢 ，Kitty 来到北加州的酒乡 Napa， 我今天呢要为大家示范如何呢在当地，我们用当地的食材来做简单的料理。今天呢，我要示范怎么样用红酒入菜，做红酒炖牛肉。让我来看看怎么做吧。好香哦！那红酒炖牛肉已经完成了，只要20分钟呢，把所有的材料就放在锅子里，慢慢的炖煮，一锅非常好吃又香气浓厚的红酒炖牛肉就完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如果呢在户外，一定要试试看这道简单的料理。喜欢 Kitty 的料理，请记得订阅 How Living 美味生活频道。